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凯宇，您最好的阅读伙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宇。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叫做《此时此地》，作者呢是刘子杰。这个名字很熟悉哦，因为呢，凯宇在去年吧，有跟子杰一起聊他的成名作，叫做《父后七日》。我想你听到《父后七日》又会更熟悉了。 OK，这本书呢是子杰继父后七日之后所推出的散文集，关于他自己的心灵沉淀、阅读，还有一些成长上面的体会。当然了，对于整个所谓书籍市场来说，可能呃很多人会把它定位成为一个呃心灵旅游的分享。但不管如何，你想把它定位在哪里，那么今天邀请到子杰就坐在我对面，请他来为他自己的作品。 呃，设定一个，或者是去谈一谈他所在不同时空、不同状态底下，他所认知到的自己的孩子到底有哪些面相。子 <laughs> <laughs> 杰你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子杰这本书叫做《此时此地》。其实哦，我必须讲，呃，我知道你推出了这一本新的散文集，那么我又知道他的书名叫《此时此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很特殊的感觉，<laughs> 似乎你好像要分享一些。 有别于过往大家对父后七日的印象，那么的情绪充满，那么充满很多呃情绪上的撞击的不一样典型的东西。那这本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由你自己来说说看好了。嗯，我觉得光是这个书名就很难去解释，跟怎么样去意会跟体会，嗯<哼>因为就是一个此时此地，对对。對 那，所以他他也并不不一定说是要特别把它讲得很很艰深，嗯、<哼>然后或者是很很悬疑，这样、嗯、<哼>对，因为就像我们坐在这边，它就是一个此时此地。嗯、<哼>对，那所以这一本书好像，嗯，乍看之下是写很多旅行的经验，嗯、<哼>可是呵呵其实，嗯、呃，我在写的是每一个旅行里面的瞬间，然后用。 有点把它拆散的，像拼图式的，嗯嗯、重新的再拼凑起来。嗯嗯、对，那其实每个排列，它好像看似是有一点关联，嗯、<哼>可是其实读者又可以很任意的，把它翻到任何一个地方，嗯、<哼>然后任何一个章节再重新开始。嗯嗯、对，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 嗯，他是在一，他是一本在找读者的书。嗯嗯，嗯对。我刚刚问你哈，嗯、请你就是自己为你的小孩去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嗯、<哼>其实我必须说，我在问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给你一个可能很难很难回答的问题。嗯、<哼>那么为什么我还是要问呢？其实回应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啊，嗯、<哼>因为在心理治疗的领域里面，非常强调 hear and know。 好，你此时当下的状态，嗯、一个人唯有能够去安住在每个此时当下，他才能够去看见他生命的一个模样，并且在每一个当下或每一个状态里面去选择最适合他的一个内在跟外在的呈现。嗯<哼>，好，那如果回到我读你的作品的一个经验，其实它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 呃，比如说我在读你开篇的向田邦子，嗯、<哼>虽然我是透过你的作品，我才知道向田邦子这个作家，可是似乎我在看你透过跟向寻找向田邦子这一篇的很多历程跟互动当中，其实我必须讲，虽然我不是一个文学作家，可是我在里面却看到了自己在探寻很多内在世界的一个一个缩影。 嗯好，可能我对于一些所好奇的事，比如说我在教沟通表达，我对于一些大师、对一些心理学家的追寻，也会有一种好像超乎理性的部分，或者是超乎我可以言说的部分。嗯、<哼>那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你的写作历程当中，如果以向田邦子你开篇的第一篇的这样的一个。 呃，叙说上面来说，他到底对于你，因为可能很多人知道刘子杰，很多人知道符合七日，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你怎么看待其他的作家，或看待你自己在生命当中你会去追寻的一个作家的身影？嗯<哼>嗯嗯，其实我觉得他这一篇虽然是整本书里面最长的一个篇章，嗯、<哼>但是我觉得他还不够。 严肃，嗯、<哼>因为我原本设定的追寻应该是，我必须要好好的再去把日文学好，<laughs> 然后读很多日本 <laughs> 对日文的论文、<laughs> 学术报告，就 <laughs> 是对它的研究，是,是对，而不是这么的随性的旅行式的追寻。嗯嗯、可是嗯，会选择这样子，是因为我觉得，嗯，其实每个追寻它都。 他都不只是单向的，嗯、<哼>不是单向我在找他。嗯、<哼>但那有时候是我在找他的过程，我也去发现一些自己的，嗯，我没有看到的部分。嗯，嗯对，那是借着他的作品跟他的生平去跟我自己做对话跟连接。嗯嗯、对，那有些部分没有把他写得那么清楚，例如说。嗯 嗯，为什么最后要用那么多的篇幅来描写一个在青年旅馆里面邂逅的法国男士？<laughs> 嗯嗯、那其实是我想要把它连接回，其实向田邦子他自己的的、呃、爱情故事是很受到读者们好奇跟关注的。嗯、<哼>对嗯，嗯哼、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呃，我在你的这一篇里面哈，有读到一篇文字。 呃，我特别念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听听看哦。他说，我们读着白纸黑字的时候是静默的，但他其实已经涌动着作家的音质与声线。原来呢，这叫做共鸣。嗯、<哼>其实当我们本身哈在在看待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写作人，那么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一般人哈，认为是一个作家创造文字。嗯、可是有没有可能，似乎我在你这一段文字里面？ 发现一件事情是文字创造的作家，或者是读者创造的作家，嗯、那这中间的互动关系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嗯，其实我觉得是声音呢，因为我们常常去忽略掉作家的声音、嗯。什么叫作家的声音？这个好有意思。作家就是他真正的声音。嗯哼，<對>是一种听觉上面的感受呢，还是什么的？因为也许我们在。 阅读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默的，完全安静无声的。嗯嗯嗯嗯、可是，其实我们读着的时候，会去想象作家的声音，哦、啊，会去想象是,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音质跟声线，是高低起伏。<是>对，它是比较低沉的，或是比较尖锐的，他在<是>跟我们讲一个故事。是可是一，一一旦到我真正戴上耳机听到。 这个已已逝的传奇作家的声音的时候，嗯、<哼>我才想到啊，原来他的声音是这个样子。嗯嗯、对，那那个触动是很立即的。嗯哼，嗯哼，可不可以多说一点那个触动，跟你想象当中的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相同之处？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只是因为已经看着静态的摆设嘛，嗯、<哼>向田邦子他的遗物，他的、嗯。 甚至那个桌子上面就摆了一个水杯、嗯、<哼>一支笔，嗯、<哼>然后一叠他还在看的稿子，嗯、<哼>然后旁边有很多他那种品味非常高雅的进口名牌风衣，嗯、<laughs> 对，然后他的其他的他的呃收藏的厨房的器物、嗯哼嗯、哼他的藏书等等，嗯、<哼>那其实看这些都是静态的，是那。 甚至他那边有在播一些动态的影片，嗯、<哼>但我没有很仔细的去听他的声音。是、嗯、<哼>对，是就是动态就是他上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影。是,是对，然后其实我纯粹只是觉得是像逛博物馆一样，好玩。他、嗯、<哼>有什么设施就停下来，嗯、<哼>这个站点就停下来、嗯、<哼>玩一玩。嗯、<哼>所以我就看到桌上有两个耳机，对，然后我就带上其中一个，然后按了那个播放键，嗯、<哼>然后他的声音就。 非常的轻柔，嗯，对。可是，在轻柔之中，他却有一种坚毅。嗯哼，那其实我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我眼泪是没有经过大脑，我没有去、嗯、想说这是什么样子的感动。嗯、尤其他讲日文，我又听不懂，嗯、听不太懂。对，嗯、可是眼泪就直接流下来。嗯 你现在已经快要把眼泪流下来 <laughs> 你仿佛又回到那个自自自自。<laughs> 对我现在对对现在还记得他的声音，嗯，嗯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分享这一段吗？嗯、或许可能不是有那么多我们的听众有共同的经验，嗯、但是我想要希望透过这样的互动呈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当你仿佛是拉开关于向向田邦子这个人的抽屉。 <noise> 去看待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人除了知道这个名字或知道他的故事以外不会去看的东西。但是呢，这一本作品，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录音之前你跟我分享的，它仿佛就是翻开了子杰你的抽屉一般。他是他是去寻找有缘的读者的的这样的一个意向。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说透过我们的聊天互动跟访问，希望真的让有缘的人。 <laughs> 因为如果你享受过复后七日那种大大悲大笑，然后情绪上的冲击撞击，觉得太过瘾了这样子。那么其实有时候回到我们说真实的生命，它多数的时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伟大也伟大在于在这些平凡当中找到属于我们生命当中独特，但是却跟万物产生连结的一个悸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想回到我们的听众，都多数是一个读者。 我们享受一个作品，享受一个散文，享受一个人生命，就像拉开每个不同作家的一个抽屉。但是今天能够跟子杰这样的互动，也是希望让你还没有读过的时候，可以先领略一下这个抽屉是长什么样子，而且体会一下子杰的声音。嗯嗯 <laughs> 好，那么我接下来再谈另外一个东西哦。既然是谈谈子杰的抽屉的话，那么。 对于你来说，我觉得在你书中有提到很多关于你的阅读的经验，嗯、<哼>是一种在生命当中一个片段的呈现。嗯、比如说，你有提到你跟你妈妈顶嘴，有没有？嗯、你为什么小时候要让我看那么多书，让我有这么多的自己的想法跟自由意识？嗯、<哼>可不可以谈一谈阅读之于你的关系？从特别是在整个脉络上面，从你呃推出了《复后七日》到现在，那当然也有很多你自己独特的生生命的旅程。 那这阅读似乎在你，特别是情绪撞击当中，比如说你在书中有提到另外一个经验，叫做你车子掉在半路嘛，对不对？然后把那个修车厂的大哥搞得 <laughs> 不知道、嗯、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这样子。对。呃，你可以多谈一些你在书中呈现的，当然你我也希望你可以更多去谈一些阅读之于你在不同生命阶段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书呆子。书呆子不会吧？ 嗯，常常在一些座谈的场合会遇到一些妈妈读者，嗯嗯、然后或者是亲戚的已经当妈妈的那些亲戚朋友们，嗯嗯、然后他们就常常问我说，要怎么样让小孩爱看书，要怎样培养小孩的阅读习惯？我我给你插播好不好？好，我觉得因为我也去上那个《爸妈囧很大》的节目，担、嗯、任心理专家，嗯嗯、然后有很多。 爸妈也是，那个录影完之后也说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是他们他们把自己的需求或者是缺乏投射到孩子身上，你越是要去压迫人家人家越不想读。好，题外话。好，但是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嗯，我觉得是天生的。嗯嗯，对，嗯，他就像，嗯，当然那个环境很重要，就是像呃，我我的父母他们从小是。 在阅读的资源上面是让我们不虞匮乏的，对。可是同样的，家里随时有那么多书，可是好像小孩子里面就我在看书，然后我哥哥偶尔看一点，然后我妹妹是很少看，就一直到现在，对。所以并不是说给他一个怎么样环境，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去压迫他，把他带到图书馆，规定他一定要看完几本书，出来还要考试，他就会去看。是没错，对。那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习惯，嗯哼，对。那就好像我妹妹不看书，但是她的手很巧，她、嗯、<哼>可以做很多的裁缝拼布，嗯、<哼>可是这个就是我永远做不来的事情，嗯、<哼>对。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培养的，嗯，<laughs> 对。那你知道很多父母听到这些就疯掉了，呃、只,只要，嗯 <laughs> <laughs>、呃。 看他喜欢什么，然后帮他。如果说他喜欢烹饪，他很喜欢运动，是对，就往那个方向去就好，并不一定是一定要什么爱看书的小孩不会变坏这样。对，是。那嗯，所以也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我永远都是在找，嗯哼，我要读哪一本下一本书，我还要再读更多的下一本书，下一本书在哪里？对。 所以阅读，甚至于生命当中任何东西，其实不是用强求的，对不对？嗯，对。然后甚至是回家，如果我嗯、呃，我发现手边忘了带书，我就会很焦虑，好像那种书片里的安慰剂，就对。<laughs> 对对对高血压患者忘了带血压药那样子。嗯嗯、对嗯，嗯哼，因为啊，就是在。 我我我我这么说的一个原因哈，去提这个原因就是我一直在咀嚼，哦，可以虽然说这么说咀嚼，叫做你在一进录音室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一本作品其实是在找读者的，嗯哼，似乎这样的想法跟你看待阅读和看待生命当中很多事情，嗯，是。 很有关联的，我觉得你，嗯、<哼>你甚至于我都可以这么说。就像你自己形容，复后期日对于一个文字工作者来说，它是根本是一个奇迹，它不是常态，<laughs> 对不对？對,对，那这就是你的 voice，就是你的声音，就是你的脑中的一个真实的呈现。那么，我想对于我身为一个读者来说，真的一个让我能够去安心的把我生命当中某个。 时间跟地点的交汇交给你的，或者交给某个作者，就是一个这么真实的一个状态。否则，他如果永远是要去追求一种所谓的那种非常强烈感官刺激的，我真的很高度的怀疑，这样的阅读对于读者或作家本身会不会造成一种很奇怪的扭曲？嗯，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在于说。 我觉得生命它是一个整体。我们好像是漫谈谈到向田邦子，谈到你的很多的一个经验、写作等等的。可是我看到你在你真实生命里面的行为，却一直是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是很多现代人他可能会去追寻的东西，叫身心灵的成长。嗯，对。那这些东西的扣连，比如说在瑜伽上面的修炼，比如说在可能一些你我，我想你应该也透过旅行去。 去去去追寻很多这方面追寻的步伐，嗯、mm，hmm. 或者是去上课学习或体会。Mm hmm. Anyway，那你在这种身心灵上面的追寻，尤其当你经历过哇，复后七日可以说是一夕爆红，mm hmm. <laughs> 这么讲应该不夸张了哈。Mm hmm. 那对于你呃后来在身心灵的体会，这到底你跟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绚烂，到现在当然不是说现在不绚烂，而是现在你回到一个。 回到一个你接下来生命要重新开始，或者是重新再去进行它的一个每个当下的觉知的一个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比如说在瑜伽的修炼，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样在你想要给读者，或者想要给自己生命在写作上面的不同的呈现跟沉淀？嗯，因为我觉得瑜伽它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 我们我们先不去讲那么深心灵的用语，嗯嗯说嗯安住在此时此地，是是安住在当下这样，<是>因为嗯、呃、瑜伽它很有趣的是，就、呃、我们连接我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是个书呆子这回事，嗯、<哼>对，那一个书呆子再去练习瑜伽 <laughs> 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瑜伽有很多很多的经典，是那。 他甚至是从对，从古老的印度西元前的被口传下来的，记载在树叶上面，再慢慢手抄下来的经典。对，那他最好是用梵文写成，然后后来有人翻译成英文，然后这几年因为台湾瑜伽红了，所以才又有从英文翻到中文。那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 就翻翻音音翻中，这样不断的去反复的去琢磨。Uh huh, uh huh. 对。那嗯，它其中有有一句话，就是瑜伽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說，说瑜伽它就是处在一个舒服而稳定的位置。Uh huh. 对。那我觉得不管是在生命的低处或是高处，我都一直用这句话在提醒自己，舒服而稳定的位置，检视自己。Uh huh. 我。 现在在这个位置我舒服吗？嗯，对，我觉得稳定吗？嗯、对，那包括说呃，复后其实爆红的时候，嗯、我在 <laughs> 在美光灯下，我都会去要自己现在要处、嗯、<哼>处在一个舒服的位置。對,对，我在在受访、在帮读者签名的时候，嗯、<哼>我觉得都是要让自己舒服。<是>那如果说今天这個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嗯、<哼>我觉得。 不是我该有的样子，嗯、<哼>我觉得不舒服，嗯、<哼>我觉得如坐针毡，嗯、<哼>我觉得呼吸急促了。嗯、<哼>那我就会要想办法把自己从这个位置上移开来。嗯、<哼>对、嗯哼，当你遇到这种让自己不舒服又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laughs> 你第一时间会想什么呢？下次不要再来了，<laughs> 下次不要再来。可是生命就是它，<laughs> 它始终会来的嘛。嗯、呃，可是我觉得有有一些事情是，例如说。 嗯，过多的演讲的邀约，mm hmm. 那我觉得我我是一个写字的人，不是一个讲话的人。Mm hmm. mm hmm. 对，那我我不可能去放掉我该做的事情，mm hmm. 就是写东西这件事，mm hmm. 而去跑很多演讲的场次。Mm hmm. 对。那如果是那样會，会真的就会让我不舒服。Mm hmm. 那我就会把推掉是。是、mm hmm. 就是呃。 有一定的控制量，嗯、<哼>就是当我觉得已经额满了，嗯、<哼>我就会推掉其他的邀约、嗯。可是你身旁一定有很多人会跟你说一些说服你的话，或者是似是而非的话、嗯。我觉得过去会觉得我害怕得罪人，是是，是对。<是>那我这样会被人家说你很大牌，是，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就学会勇敢的拒绝，因为当我去做我。 我强迫自己让我自己不舒服而去做事情的时候，嗯、<哼>我只会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嗯哼，对、嗯、哼我会被推向那个更虚荣的位置上面去。嗯、可是如果我只是回到一个安静而安分的写字人，嗯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我跟我自己在一起。嗯、<哼>对、嗯，其实呢，自己跟自己在一起要面对最大的议题哦、喔，嗯、<哼>可以说是恐惧，对不对？ 嗯，对，嗯，恐惧，呃，但每个人面对恐惧跟挑战恐惧的方式有非常的多。那如果我整个此时此地这样子读下来，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是在透过你旅行的经验，看待不同事件的经验，不同的生命的撞击，很多的追寻，然后很多生命当中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意外，<laughs> 来不断的回去面对恐惧这个议题。 甚至于在你这本书的最后的后记，嗯、<哼>它的标题就是“我还害怕什么？”然后第一句话，“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每每在座谈会都会突然冒出好厉害的读者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哼>那我就来全冲那个好厉害的读者好了。<laughs> 呃，我想你写完这一个。 呃，此时此地应该说出版，此时此地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个月了嘛？你是、嗯、呃，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由保平出版《此时此地》嗯<哼>，那么经过这几个月，这时候如果再问你这个问题，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嗯，我觉得还是一样哎、欸，嗯，因为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健康，嗯哼，对，因为像嗯。呃 我是常常走路不看路，就是也不也不是不看路，<laughs> 太看路是，就是太太去看周围的 <laughs> 的嗯好看的东西。应该说你，应该说你，你你太看。 你太看路，以至于没看到脚边的东西，有可能是这样子。<laughs> 对,對這，这样这样讲，从修正，你太看路，而没有去看你即将要去的地方有没有危险。<laughs> 对，所以我就、呃、就就常常会踢到啊，踢倒啊跌倒啊，倒啊 <laughs> 对。呃、那然后像像我之前，呃。 上个月我跌倒之后，我就会想要说、嗯、糟糕了，我我接下来要去旅行，嗯、然后我接下来我可能一个礼拜不能上瑜伽课、嗯，嗯，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健康，嗯嗯嗯，嗯嗯最害怕还是失去健康，嗯哼，因为现在对我而言还是，然后或者是说我因为旅行回来，然后要调时差，然后有几天作息很不正常，嗯哼，我就会想要赶快赶快把它调回来，强、嗯、<哼>迫自己调回来，嗯、<哼>因为。 一旦作息不正常、作息大乱的时候，嗯、我觉得整个人会很没有精神。你要让自己进入舒服且稳定的位置。对，嗯哼，对，嗯哼,对嗯哼，对。所以，其实我回馈最后回馈给你我自己阅读的经验哦。嗯、<哼>此时此地，真的我在读每一篇的过程、哦，我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一口气读完，我就是几篇几篇这样子看。嗯 哎，你、欸、一直到你说出舒服而稳定的位置，这时候我终于才能够找得到词汇来形容我读你的作品 <laughs> 得到你内在经验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舒服而稳定的位置。<laughs> 我觉得这真的好棒好棒的一个部分。<laughs> 所以我一直真的觉得，如果撇掉形象的目的，真的把它把它摆在旅旅游书或者是旅行文学，真的有点太可惜了。嗯，它其实是。 涉及到的是更多更多的，可是如果摆在身心灵，可能就 <laughs> 更难接近。因为我们毕竟活在是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嘛，嗯、没有关系，我们活在世界，但不要属于它就好了。嗯、<laughs> OK，可以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接下来一些计划吗？听说你好像还有即将有电影剧本要推出，嗯，對,对。但是因为电影它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辰。嗯、那其实我在写《复活期日》跟写《此时此地》中间。 已经有一部电影剧本已经完成了，嗯<哼>，现在还在筹备，在筹备，嗯哼，嗯哼对，那呃，今年还会有两个新的电影剧本要写，嗯哼，我必须说，嗯、子杰，你总是让人这么的期待，<laughs> 对，但是它就是一个要、嗯、要等的过程，嗯嗯、没有关系啊，如果没有等待期待，就不是期待了，不 <laughs> 对不对？好，今天很谢谢子杰接受我的访问，謝謝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可以让你。 自己透过一个舒服而稳定的阅读经验，找到一个舒服而稳定的位置，就是此时此地能够带给大家的。OK，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喽，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此时此地，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期待我们未来为各位推出更精彩内容。拜拜。